机场出境大厅，台湾电音三太子大秀舞蹈，吸引不少旅客驻足围观。交通部观光局与洛杉矶国际机场合作，透过机场著名的时光塔播放宝岛风光，让经过的旅客都能看见。我们为了要能够推动我们的观光，那也希望能够增加我们跟美国之间的人员的交流，所以我们特别安排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特别刚装修完成的国际航站里面，他们有一个新的设计，就是这叫时光塔，这样子一个新的设计，我们这边能够播放我们介绍台湾观光的影片。当然我们也希望借着机会能够邀请他们能够到台湾来旅游。全球第六大的洛杉矶国际机场也是美国通往亚洲的主要机场，去年旅客将近7000万人次。台湾六大主题的观光影片也将在时光塔连续播放一个月，希望吸引旅客来台观光。Come to see Taiwan as well, because it's a country that's not very well advertised. You know, you talk about Singapore or the other places, but you don't really hear a lot from Taiwan. So it's really good that you're promoting.现场除了安排电音三太子以及原住民舞蹈演出，也发送象征羊年的小提灯，让来往旅客能提升对台湾的兴趣，成功行销台湾旅游。